我的名字叫劉宇銀，今年80歲。 朝朝都系6點鐘啊，天時熱咧就5點幾就去海游水，就係喺嗰個位置。如果係踩單車咧，都唔使行去，因為踩單車唔夠熱身，所以我要行路去。 因為嗰個海咧係大自然，好舒服。 嗰個天空海闊正式，咁啊！如果游泳池咧，本來游泳池咧就有安全感，但係我覺得游泳池焗焗縮縮，我唔中意游，所以我朝朝都要去海遊。